喺个里头啊！咁结果咧，十二码自己搏，自己负责吹多粒波，就早段已经有四球落后啦，都真系好大嘅考验嚟噶。咁啊睇呢边嘅攻势又点啦？左路以一敌二，喂都嚟中间，咦好嘢喎！呢边左脚立咗转身啄埋佢都好啲，咁啊总算叫做追翻球啊！解难码，因为两个都扑到埋嚟啦。清出嚟又唔好远啊！结果真系俾对面头槌顶翻转头，咁样转身就收埋佢啊！咦，又话又追翻球喎、啊，都依然系大只佬啊！何中瑜，何中瑜就俾人揽低咗啊！咁结果球证就直指十二码点啊！呢波心急啦，大家斗单位之后咧，放低咗对手啦。咁结果咧，十二码自己搏，自己负责追到啦。何中瑜冇问题啊，三比四啊！啊，真系估都估唔到啊！反而下半场咧就巨星就冇乜攻势啦。